好漂亮的落雨松哦，搭配灯光效果，这是限定的耶。紫色的，好漂亮。哇，换彩色了，这边有漂亮的山景，那这边就是营区的最高点，那最高点就是有一个预测这边，那我们往下走，预测正前方就是有荡秋千小朋友玩的地方。那除了荡秋千小朋友玩的地方，那这边会有一个池子，戏水池区，戏水池这次营主是五月份才会开放哦。那我们继续往下走，那基本上营区的主要来就是这条道路，你看它中间，它中间分右手边一区块跟左手边，左手边的话基本上就是一格就是一丈，好，就是独立区域。那右手边呢，这边呢，它这样子一条一条过去，至少都可以搭到两丈，算是比较大区域的。如果比较人多哦，家庭的话就是可以选择右手边，那如果是小情侣呢，哦，就是可以选择这种独立包区一丈。那我的车子呢，今天就是停在左手边的第二区块第二街，对，那视野很好，很漂亮，而且前面就会看到整个宜兰平原的夜景，真的很美，我到时候会在影片放上夜景的照片。那我们继续往下走，这边呢，你们现在看到的这里就是营本部啦，那以及下面的比较最大间的公用预测就是在这里，这个小帐篷的正前方这边就是公用预测，对。那整个营地呢，就基本上就是大家画面看到的这样子咯。那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那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